啊，你看有的人命好运不好，有的是运好命不好。哦、这么讲呢？你看，比如命，于老师命很好、嗯、啊，命好。于老生这个大户人家，嗯，吃饭都是黄金的碗，嚯、哦，黄金的盘子，翡翠的筷子，哎，就可以了吧？太有钱了，这个命太好了，没问题。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您被拐卖了。嗯，你卖到非洲赞比亚，当地的美食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我喝棒子面粥，金盘子银碗，喝一辈子棒子面粥，那管什么呀？所以命好运不好。哦，这也不行。要说咱运好命不好，这个怎么说？你看，比如说您运气最近很好，哦，美国洛杉矶地区要选一个华人的领袖，啊，那好啊，啊，嗯，洛杉矶要选一个。选一鸡头，对啊，去，没听说过，那不叫鸡头，那叫什么啊？那就是领袖首长，就选一个啊，选一负责人吧。对呀、啊，哎，那么些个华人，最后选的您，啊、哦，我当这个了。您这个运好不好？好啊，运好啊，是是是。哎，定的是大年初一您上任，好，年三十喝恩西玛撑死了。哎，那我这命运都不怎么样啊，我这。运很好，选上了哦，但你撑死了，那是你的命不好，哦，这是出场设置。所以天下是命运这两个字很难说。哦，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爱抬这个杠，说你别说这没用的啊，嗯、是眼见为实，只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就不信。也有这话，大可不必，不必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是必须你看见才是存在的。您解释解释 ，WiFi 您看见了吗？没有啊 ，WiFi 没有。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世上没有 WiFi 吗？不行，还用着呢吗？对呀、啊，对，声音你看见了吗？声音看不见啊，声大声小，有没有方言，是不是普通话，咱们能听见。对，哪位能看见？看不见，对吧？你要非得看见声音，那必须是澡堂子，嗯，对吧？他冒泡啊！您别提这个了，那个不现实，啊、那能闻见呢，是不是啊？嗯、啊，所以说咱得讲理啊。是，古人你也没看见，秦始皇你没见着吧？嗯，啊，朱元璋你也没看见，西太后你也没看见。对啊，你没看见这些人就不存在吗？嗯，你这个叫抬杠，对对不对？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去没去呢？这话题怎么转那么快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得研究啊。为什么好多人愿意抬杠，愿意排斥一些东西，是由于未知。哦，是因为不知道，人们愿意排斥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怎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地上 啊，天津。中华剧院地上有一群蚂蚁在这玩儿，哦，把其中的一只拿起来装一塑料瓶里边，嗯，揣在怀里边，上飞机，嗯，啊，我飞澳大利亚吧，嗯，有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哦，我飞着塔斯马尼亚到地儿，把这塑料瓶打开了，让蚂蚁在海边玩会儿，看看树，看看人，看看沙滩，看看景色，嗯，看完了装起来，我还回来，嗯，还把它倒在。这个台口这儿，嗯，这个蚂蚁给那些蚂蚁就讲，哦，我怎么进的塑料瓶儿，呵，我怎么出的门，哦，我如何过的安检，嗯，我怎么上的飞机，我到了澳洲，这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他讲完之后，那些个蚂蚁就得活活弄死他，干嘛非弄死他？你说的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不相信你，哦，就不信，这个怨谁呢？嗯，就怨这个见过世面的蚂蚁。我倒赖他了。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要闭嘴。说多了不成？嗯，就是吗？嗯，你显摆显摆，那就得弄死你。嗯啊，所以说人生气排斥都是由于这些东西。哦、这主一直啊跟人来往沟通都是用鸡毛信。嗯啊，突然间回头看见卖手机的了，他翻脸了，不信啊。他天天吃米饭，白米饭撒点盐就吃，哎，高兴。嗯、回头看见十斤炒饭，他急了。哦，不相信，没见过呀。哦，为什么着急生气？因为没见过。啊，那个说相声的在茶馆里演，一天挣30块钱。是，啊，挣完30块钱揣口袋里边。嗯，得听相声这个，您跟我们吃个饭去吧。嗯，啊，带你吃饭，高兴跟人吃饭，饭桌上您把那再说一遍，又说一遍，人家给他50块钱。哦，揣这50块钱出门打车，司机认识他，我听过你相声，打车这15别给了，他觉得这就挺好的。免费啊！你这会儿要跟他说，我走带你澳洲演出去，嗯，塔斯马尼亚，他就翻脸了。哦、他翻什么脸啊？这个少编这个没有这地名骗我。嗨，这叫没有，这就是认知的问题，没到位。所以说，好说相声的得是个心理学家啊、哦，这很重要。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研究心理的。你看你，
你得研究，不光咱们这行，哪行都应该研究心理，是吗？你哪怕去个超市，你看看人家卖货的那些位，超市的货还有心理学吗？你看这卖肉的，他那个灯老是红不劲儿的，红的是让你看那个肉鲜，啊、嗯，对不对啊？嗯，卖海鲜的灯是蓝的，蓝的。你看那个带鱼那虾老蓝旺旺的，鲜。卖面包的那灯是黄的，黄看着好哦。他就人物心理嘛，是。哎，这一个架眼上摆的都是方便面，你要买，你买摆后头，后头的前面这排快到期了，哦，买过期了。你上那儿，哎呀，这该结账了、嗯。为什么他把那个口香糖什么都摆在这儿？为什么？人都是有冲动消费啊，那反正也等着，拿俩吧，哦，你就结账了。口香糖，甚至你跟这儿等着等着，一回头，嗯。还有那个平时你不好意思买这东西，啊，啊，您说呀，我这求知欲很强。哎、啊，你看这搁在这儿啊啊，我真在里边单独哈，来一面柜台，哦，摆的都是这个，拿灯照着，你过去好意思挑去吗？哦、对不对？你就得跟这儿等着结账。嗯，哎，你看，嗨，你看这。有生活呀，你看，哎啊，啊，人售后员也都是，是吧？好，于老师给您啊，我的呀，好家伙，所以说，嗯，说相声他得灵，啊，得聪明，你就得研究，这是心理学的东西。是，你看你们出去吃饭去，嗯，上一菜，猪大肠，啊，猪大肠知道，大肠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它之前是装那个的。啊，这一说都知道，洗完了、切得了、炒好，这盘端上来、嗯、很贵。啊，卖的贵，你爱吃、嗯，找个碗啊，这碗很新，也盛一碗那个东西，嗯，盛完了就泼，嗯，几个人就刷就烫，高温消毒，药水消毒，嗯，消毒多干净，再给你这碗你也不会用，哎，还真是，哎，你吃大肠你还吧唧嘴儿，对不对？你看，端一盆水，我跟这洗脚，洗完脚，于老师您洗个脸吧，凭什么呀？你准不干，当然，可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嫌一个人的味儿不够啊！哈，我得集体的是吗？所以天下事就是两种，就是科学与迷信。你看啊，哦，你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就这么解释啊？你看，你细琢磨，迷糊糊信了。为什么叫迷信？哎，迷迷糊糊信了。哦啊，不是所有东西拿起来就哎迷信，你迷信那个不讲理。哦，不能这么直说。你比如说吧，这个做买卖啊，人家屋里边供一财神爷。是前面摆一个姻缘宝，嗯，没有毛病，哦，这个可以，谁都有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权利，哦，财神爷到我家，我的生意兴隆，就口彩儿，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挺好嘛，讨个吉利。对，但是你打这儿要往歪处走，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还能歪到哪儿去？您比如说啊，这门口开了一个相声的小剧场，哦，有相声小园子，瞎说吧。比如说 啊，就这门口是。开一个相声小剧场，好，叫什么名呢？叫威尼斯，水的这是水，不是相声小园子，叫威尼斯，这一听就不像个相声园子，就早就听着省事儿 啊，省得别人举报咱。哦，您还在那这儿还？哎呀，你先防不胜防，你知道吗？哦，相声园子，威尼斯，威尼斯，哎，观众也很喜欢，啊，门脸装的金碧辉煌，哦，生意很好。啊，对门又开了一家，哦，又开一个相声园子，这叫什么呀？哎，它叫金海岸。好，这俩没水都干不了，好像。马路对过，马路这边啊，肯定会抢生意。他们俩抢生意，那肯定是听相声的，这边来了，那边就少了呗。是，所以说这就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呀？哎，两边都会有艺术顾问的。哦，艺术顾问，哎，回来一问艺术顾问，提高艺术水平。顾问说门口啊立两块那个玻璃镜子。嗯，两米高，来两块给他照回去。哦，把这不好的风水照回去，毁他的风水，这叫什么主意？这个啊，艺术顾问出的主意。什么艺术顾问呢？这边啊，两块镜子，人对过也有艺术顾问呢。哦，他呢？人家让摆四块，又照回来了。哎，这边就上六块，嗯，对过就是八块镜子，哦，全是镜子。他们两家打架，救活了三个玻璃铺。哎，这还对吧？嗯。就是从口碑上再营造一下气氛吧，啊，对不对？说什么呀？这边贴上啊，啊，繁荣相声市场，好，那边也得贴上，嗯，弘扬传统文化，这对呀，啊，嗯，
那边写上了，嗯，我们都是正规相声。嗯，那边写我们没有特殊服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边写 SPA 免费。哦，那边搓澡不要钱。哎呀嗨，您这是相声园子吗？这你听哪句有相声？就说是呢，就这种恶性竞争，所谓的要换人家风水，其实这就属于是迷信。啊，这就不应该了。别人说相声爱信这个，爱信这个，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传统文化啊，这东西它是剥离不清的。哦，但是说相声呢，有俩特点，啊，一个是特别容易信，嗯，一个是特别不容易上当。这有点矛盾，您这话。你看这些年出了那些个气功大师，嗯，那些个高人，嗯，一发照片都是跟影星是歌星一块儿，嗯，你看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当吗？哦，这倒真没有。哎呀，为什么呢？说相声进门不是骗钱，嗯，就是偷人。哎呀，嗨。哦，说相声的这比他还坏呢。那，哎，是啊，这就算这些大师们走运，没碰上说相声，沾惹上一个说相声的，他就得倾家荡产。好家伙，我们这行是信。于老师当年也信这，我愿意信这个。于老师17岁就干专业了，说相声，这点我很佩服人家。这娃娃腿嘛，你看我这些年一直是体制外民间闲散艺人。好，这于老师没法比啊。哎，您太客气。17岁就是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的演员。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个，这里边还有相声吗？您这个团这个业务很丰富啊，这面太广了。就在那儿上班啊。17岁有一个相声大赛。哦，有比赛，丰收杯相声大赛啊。这大赛到对口啊，于老师很希望拿一等奖。我那谁比赛不希望？不是哪那么容易啊。对，就有高人给出主意了啊！你去烧个香拜一拜，让我去拜佛，很好啊！啊，哦，于老师就决定去了。嗯，在哪儿呢？哪儿？北京京西妙峰山。妙，我上那儿拴娃娃去了是怎么的？啊，不话，妙峰山就是拴娃娃的地方啊！妙峰山就一个庙，就一个娘娘庙啊！啊，对吧？就一个娘娘庙啊！哦，还有别的？你要说拴娃娃求子，你上娘娘庙。是，你不是求一等奖吗？那有地方吗？哎，单有一个庙，这儿供的是这个冠军老祖。哎，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没听说还有冠军老祖。我一说你一听就挺好。哦，哎，于老师就去了。是吗？哎啊，到这儿人庙里有当家的。哦，这位施主跟我来。还有施主领到大殿。大殿里面正当中供着三位老祖。三位呢？这儿当家坐一个。哦，这边还坐一个。嗯，这边靠下还坐一个。当件这是冠军老祖，这边这是亚军老祖，哎，这是季军老祖。好家伙，哦，于老师光光磕头，啊，磕完头前程问当家的，嗯，说以前没听说过，咱们这是属于什么教啊？对呀，当家的乐，我们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属哪儿管？我们归公社管。哎，公社管。对，你今年多大呀？是，那我今年17。相声大赛，我想拿一等奖。好好好好，雄心壮志很好。好，嗯，来根烟抽吧。哎，嗯，于老师说：“我才17呀。”对，我抽不了烟。你已经抽完了，啊？来，抽一颗啊，抽一颗。于老师点一颗啊。哦。我第一颗抽烟的时候就这范儿啊。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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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底子。嗯，你有发展。嗯，是是是。喝酒不喝呀？嗯，酒不会，你看，你看，是，哎呦，蹲蹲蹲蹲蹲蹲蹲，来来，喝一杯，你这喝完就一等奖了啊！哦，哒哒哒哒哒哒，哎，哎呀，好好，还打嗝，当家的高兴了，是吗？烫头不烫啊？哎，嚯，好家伙，我这三样是那儿学的，是吗？把头烫了吧？啊，这真烫啊！真听话，坐在那儿盘上卷儿，跟当家的待一天，哎，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瓶子，一脑袋卷儿，啊，哎呀。说我这个艺术怎么办呢？是啊，当家的说不着急，艺术不着急，你就这个状态保持好了。嗯，有一天遇见一个叫郭德纲的，你就算成了。这，嗯，哎呦，这叫什么地方？他一说一乐的事儿 啊，单指着这个他成功不了啊。那错不了。你听说谁说拿冠军拿一等奖是烧香拜佛来？那不行啊。当然，您信这个也是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因素。嗯，怎么我这还跟遗传有关系？他爷爷那会儿就特别信，啊，对，老人他就容易信。他爷爷关键什么都信，怎么叫什么都信？你说得出来的，哎，只要市面上有的，嗯，哎，他爷爷就全信。
他都信什么呀？哎呀，你说得出来的这个教那个教，古今中外所有的，只要他能知道，他能记得住的，他全信，啊，没有不信的。到后来，信到最后，他给自个儿定位了，定什么位？我不能再无信乱信了。对，其实我不是个一般人，嗯，我是唐三藏转世。他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唐三藏转世，他说他是唐僧。哎呦，大伙儿不信，您怎么就是唐僧？尤其最近越来越相信，怎么呢？因为每次上厕所去解手去，嗯，完事脚底都发黏。哎，您这叫唐三藏转世啊？您这叫糖尿病综合症，知道吗？我认为我也得抓紧时间，度化世人，度化。哎，你看这个词儿，度化世人。你看，出去渡人去，渡人收费也不高，多少钱？2块钱一个。哦，渡一个2块钱。好家伙，你说渡一个就2块钱啊？啊啊啊！电焊得多少钱？对，好，是那个渡吗？啊，嗯。后来这儿去那儿去，有一天他爷爷到曲艺团去渡化，哦，上曲艺团了。哎，有一个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机电配件，对，哎，就上我们团了。但是很不幸啊，很不幸，夜里边被这帮说相声的把他爷爷给吃了。为什么吃了？他们说吃唐僧长生不老。好家伙，一团的妖精，合着是？哎，什么话这叫？对，废话。你不能这样发泄你的不满啊！但是这个就各种信这个东西在你们家根深蒂固，全信。你包括他母亲，嗯，老太太啊，老太太人特别好啊，人是不错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提到他母亲了。您不长时间吧？因为后来净说他们老爷子了啊，哦，老太太其实很好，老太太遗忘了，很善良，善良，很善良，特别疼人，没错，就怕给人找麻烦。哦，老太太不舒服，嗯，跟儿子说看病去，不舒服，不去，不说，哎呀难受，告诉于谦送他看病去吧，啊，怕给儿子添麻烦，嗨，这何苦呢？就问别人这有没有偏方啊？哦，找偏方，街坊有那个好人呢，嗯，你啊，京西妙峰山。怎么又妙峰山呢？那儿有一个冠军老祖庙，我怎么没听说？你上那儿求点香灰，哦，求香灰，吃香灰啊，吃完病就好了。哦，那能好得了？老太太本来就便秘，啊，在那儿求香灰，给了3斤香灰。哎呦，我们真没少给。回来之后蒸大馒头，老太太都吃了。哎呀，还告诉我不让喝水，干吃。好，吃完香的难受。那可不，一个多礼拜都不上厕所。那是啊，这后来实在不行了啊，拉出一盘蚊子香来。好家伙，我妈肠子也细点儿啊。嗯，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又问又高人有没有办法？嗯，有人说了，这个得找药引子。这还有什么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们家亲人身上的肉。这谁出的馊主意？这中国古代关于这种故事很多。有吗？你比如说，想当年有一个故事叫割骨奉君。这故事春秋战国啊，晋献公的妃子骊姬，嗯，打算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所以得把那个太子害死。哎呦，太子死之后，他的弟弟重耳逃出去了，带着文武群臣，中途路上没饭吃啊，有个大臣叫介子推，把自己腿上切了一大块肉，弄熟了让重耳吃。哎呀，割骨奉君，给你，包括24孝丁香割肉。嗯，也是婆婆虐待儿媳妇，儿媳妇还很尊重婆婆啊。婆婆有病了怎么办呢？切自己身上的肉弄熟了让婆婆吃。中国古代这种故事很多。哦，有古人。老太太回来之后想这个事儿，嗯，自己觉得肯定有道理，但是嗯，很难实现。那拿谁的肉是谁让啊？是为了我的病好，让家里人切块肉，嗯，下不去手啊。嗯，夜深人静，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一边流着眼泪，是一边磨刀。哎，这干嘛要杀人的是怎么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一着刀就把人杀。谁说的？磨刀啊，磨完刀拿着刀电不丁腰，不，进屋了，真灵，站在床这儿，嗯，老太太眼泪下来，又哭了。这事儿干不了，下不去手，这哪行？嗯，这都是自己家的亲骨肉，那可不是，是不是啊？老头跟我一辈子，我能切他一块肉吗？那怎么下得去？是不是啊？儿媳妇，人家没毛病，人家孩子，我能这样吗？你等一会儿，你等啊，怎么了？
我爸爸跟我媳妇挨着睡呢。哎，这人脏心烂肺吧？废话，你是站床头数，可不是挨着个数吗？不是，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那几个屋装修都跟这大铺子先忍着，忍着也没有这么忍的。不是你第三个那边就是你，我就废话啊，废我不能在那边中间得隔着我。这有个帘儿啊，哎，有帘儿也行，有一道帘儿，哎，对，这道帘儿把于谦啊隔那边去，哎，把我隔那边去啊，没听说过，没有哈啊，就是你跟你媳妇在这儿，哎，不能，你爸爸在这边，对，老头躺着啊，嗯，老太太看着你，眼泪都下来了啊，我的儿。是我很孝顺，嗯，我怎么忍心也行拿刀切他呢？对呀，我都对不起他爸爸，嗯，他爸爸呀现在云南，是儿在，你怎么不对？你这又胡说八道，怎么回事？我爸不是就这躺着的吗？这个是父亲，这不父亲不是一样吗？哎，你糊涂，一样，我还说这个啊。不是你这越说越糊涂，这不重要，不重要，不这太重要了，这对不行，不能耽误时辰，该下刀了啊！哦哦，就吃思来想去，这吃儿媳妇的吧？啊，吃儿媳妇。哎，金莲啊，金莲，他姓什么？姓潘。哎，潘金莲。儿媳妇坐起来了啊，干嘛？嚯，好，干嘛？嗯，嘘，不让嚷，我叫你有事儿啊。好家伙，嗯，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这叫出来院里说了，院里说这事儿，儿媳妇你跟我闺女是一样的，是妈妈现在啊说死就死，嗯，就指着这块人肉了，哦，你能给妈妈来块肉吗？啊，儿媳妇大笑弥天，怎么样呢？拿过刀来咔嚓，哎呦，腿上来一大块肉，给婆婆自己切，老太太拖在手里眼泪哗哗的，太肥了啊，这肥呀，这就别挑了，这就吃这个玩意儿得有手艺，怎么还要手艺？那是他是当药引子用的，是吗？老太太得自个儿弄。哎呦，烧大柴锅，把水倒在里边，底下拉风箱。哎呦，那个风箱拉的咕哒咕哒，那个水烧的哗啦啦哗啦啦。哎呀，把这肉搁在里边去，到五六成熟的时候，是就把它搭出来。哦，小刀拿过来，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嗯，碎着麻底下，上面搁上整的，哎，兑好了佐料，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酱油、盐，和了匀了，爬了吃。吃完之后，你才怎么着？这就好了，死了。那是的。哎，好，哦，谢谢啊，给我了，给董事长的，好的好的，稍加着啊，好嘞，谢谢啊。这个相声啊一般都是编的，是刚才这个呢就是有个90%的真实的这个实事儿，没有那么高的真实度，没有这样，啊，啊，对，行，不重要啊，这谢谢大伙，那今天是钢丝节的第二天，对，那第二场这个为了钢丝节呢，就是您各位疼和我，嗯，咱们一块儿过个节，热闹热闹啊，嗯！哪儿来的都有，哎，山南的、海北的，往这儿赶，得谢谢您各位。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啊。谢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错，哪儿都出高人。嗯啊，你看到人山东啊，孔圣人，哦，那是那儿的山东的吧？对对对，孟子，也是山东的。山东秦琼，嚯，山东都是名人。河北有你看，刘备，啊，张飞，这是河北的。对，山西你，关云长啊，那圣人，关夫子，对，那是山西的，嗯，啊，安徽啊，包公、曹操、朱元璋也是，都是那儿大人物。天津，天津，马三立。马志明，哎呦，郭德纲、郭麒麟，哎，这好，对，天津出说相声的，那可不，这是我们这儿特产啊。今天是第二场，嗯，啊，这个明天是我们的第三场。这两天的都是原来我写的一些相声，嗯，哎，大伙儿给叨叨出来演一遍。是，啊，其实呢，这个很难为他们大伙儿，是吗？因为说相声这行业就是得自己给自己写啊，啊，你量身定制之后换到别人身上很为难，张扬个性啊。所以今天看见高峰老师，你看。篡改了我的原著啊，得了啊！嗯，一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就是，哎，观众有时候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哎，咱们也是依然如此。您要喜欢谁，您说出来，让他给您再表演个小节目。来吧，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这个到这个环节了，非常激动啊！给大家唱个叫小番吧，好吧？啊，哎，师傅，您来，您是不是也会来着？我不太熟悉。哦，这样吧，咱俩合作一下。哟，咱俩人唱啊？行不行？那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啊。哎呦，那我低点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啊！来，叫小番，我前面。谁先唱啊？我先唱。那来，好的。嗯，一将功之的。现在就要开始了吗？是的，是的。哦，那好的啊。好的。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张立功阿门。来呀、啊！不是您接叫花，我还得我唱啊。是 是哎，我以为接最后一句。不是刚思杰吧？到时候再来再来，我跟你讲。哎呀！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张立功阿门。嗯，再来一遍就可以了，有点累了，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好的，一见公之到令箭，还没腻呢，有点累了，来。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张立功阿门。叫小番。好，谢谢。这就是技巧。嗯嗯。还有谁？张鹤伦呢？来。啊，小白啊、嗯。啊，谢谢大伙儿啊。嗯。谢大伙儿，那个我也唱一个吧。嗯。我想唱一个我师傅那之前在《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一个唱段啊。这个，好了，谢谢您。我雇的。我看出来了。他都喊出钱味儿来了，到时候多少钱我退你啊？表现不好，那个来啊，好一位受苦的人，没了帽的小书童，那里点冷，云烟似你跟到了这儿啊，有什么毛病？那里点冷，好一位风流子啊，配了我这梅花容，那浪子岭，王宝钏雪平贵呀、啊，寒窑里苦等，那里点冷，玉堂春太原府啊，遇见了这王金龙，那里点冷，小张生西厢院呐、啊，调戏过崔小姐。调戏过崔小姐啊，调戏两回啊，玉啊，他忘了，差不多。梁山伯祝英台呀、啊，变成了两只苍蝇，哎，俩蝴蝶，蝴蝶小蝴蝶飞来飞去，飞出了满天星。噔噔噔噔，我好比大馒头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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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发面饼，滚蛋，二灯。我就是白米饭，你就是辣子鸡呀、啊、丁。今日里府门外呀，乐得我直蹦。当当当当，从此后就不得安宁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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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快20年了吧？这个得有啊。孟鹤堂 啊，好，来，来，一二三，孟岁。再来一遍，下回就重来，你准备好了啊？来，张九龄。大家好，昨天也在这儿演出了。搬场的时候给于大爷抖了一包袱，结果这个效果比吃的苍蝇屎还恶心啊！今天就规规矩矩的吧，这个师傅的粉丝过生日，给您念个喜歌啊，朋友们啊！节奏响，走上台，见到了大家笑开怀，深鞠一躬敬个礼，祝师傅的粉丝身体健康好运来，咱们人人全都多发财！谢谢大家。接下来可以到孟鹤堂了，哎，快来吧，孟鹤堂，来，快点，一二三，来吧，大家原谅我们这俩傻子，知道吗？啊，难得我们俩碰一块儿。我给您起个头啊，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功阿门，叫小番。
还能唱。还可以的。我们俩用你起头啊！我们俩再给大家表演来吧，来吧，还是传统节目啊！来，三二一，走！猛塞，库勒猛哈，库勒猛塞，猛塞哈，库勒猛塞，库勒猛哈，库勒猛塞，库勒巴拉猛塞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库勒巴拉猛塞了猛塞嘿，猛嘿嘿，我他妈的给你谋个他干啥的干啥的，我都给你谋啥？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库勒巴拉猛塞了猛塞嘿，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干啥的干啥的，过分了！谢谢大家。我要听明白这个，我是那个。我跟你说，小饼，快来！别哥，快来！他就爱从后边抱人，这个到我这就有点戛然而止了啊！我呢，今儿也别开生面，给大家伙唱一回，这个，你那托在那儿呢啊！哎。这是半道捡的托儿，这个给大家伙唱一个这个，这我得说你都这点儿了，你要退票啊？你有点惨无人道，这本来都是送的啊，保安给他弄后台来，让他爸爸来赎他来，哎，你回来，你别借这机会，他都退票了，废话，退票是我的事儿，哎，你哪儿疼来？唱几句这发字型儿行不行？好，也不丢人是吧？这个比发大财怎么样？先有的发大财，后有发字形，这可是老话了。福字儿贴，还是发大财好一点，实在是不好听。退票吧，还是退票去，踏实退票。来，外甥，来，这是我外甥，也是我徒弟啊。他姥爷是我舅舅，我们是这么一关系啊。来，儿子，回来。我这外甥是个傻子，你看见吗？我给大伙儿唱一快板吧，太好了，好，他的特点是唱板子。对，我给唱一快板啊。哎，好嘞。他的退票也是他吧？来吧。你们俩人火着用一个粉丝是吧？我来了，来吧，来。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他这是跟谁拽列子呢？我招你我惹你了啊？行，唱得不错啊，唱得挺好啊。还有谁啊？大家挨着来吧。来，那谁九成那狗回去啊，来九成来啊，一块儿来，好，不是，叫光棍啊，光叫一声不行，得给大伙唱。我那个师傅，我跟成哥，我们俩一块儿给各位唱一个京剧。哟，好家伙啊！开始吧，爱听不听，不听死。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啊，我不管师傅，他气我。哎呀，哎呀，要不是我师傅在这儿，你就掉下来了。你唱你的，一会儿我打他去。来吧，随师傅，来唱一个《蜀太保》。哎呦，好，苏联战，来。空嘞矿一锤嘞矿，对对金旗空中飘，大太保压塞国门后。可以啊，这个京剧没落是有原因的，是吧？别唱，退票吧。还有人叫壮着，别着急啊。他不得一个一个的丢人现眼吗？是吧？啊。你唱，你是你让狗回唱。我唱着啊，我唱啊，唱着。哎，谢谢。对对，旌旗空中飘，大太保压
压在过文侯帽，二太保身来又略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嫩斩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啊的好，压在过青竹包，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过刀比一过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来，刀对着刀。好，谢谢九成。那么接下来我建议我们台上台下所有的朋友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栾云平给大伙演一个，这是独特的出场方式，他有不一样的表演技巧。来来，有请阿栾。我真的，来唱，你解释一下你躲后边干嘛去了？我真的特别怕这个环节，塞反了，塞反了。因为啊，这花儿，这花儿，来，哎呀，于老师您过来吹口气就行了啊。哎呀，因为这个我真的我摆到底了，我没有烧子，他们唱的好，我也没有陶老杨他们蹦的好，我变一花儿出来好吧？你看。这叫什么玩意儿是吧？真的，变一个就变一个，好不好？好，哎，还真会。这个天津是出古彩戏法的地方，那是。既然大家都想看我演呢，把舞台交给了我啊，也没说都交给你。你时间快到了，就这么一个手绢啊，这儿都没有啊，这花儿没有没有，咱就往手上这么一搁。于老来口仙气儿，真的。哎，不，这气儿太小。再来一口，啊，好，有了，怎么样？这是什么呀？狗屁！去，老好言，来，老好言来，师傅，那个我也唱个京剧吧。好，我唱一个赤桑镇的包公戏。好嘞，啊，你开心就好。唱完了吗？唱完了。要不咱今儿就到这儿吧，哈。我这个岁数受不了这个惊吓了啊！来，阿涛，给您唱段胆量。好。啊，谢谢大家。去年唱一回了，给您唱一段。去年唱一回了。休息回，说今年这玩意儿都一年唱一回的是吧？来吧，往外这是当量吗？我前面唱完了，师傅，我第二唱就是当量。往外迎，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血已阑干，泪珠儿清，一阵金风过，落叶满中庭，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飘零。谢谢。壮壮来，我唱你回来我就挺高兴的，因为郭麒麟最近也快回来了。哎，我唱一小声吧，您爱听不爱听吧。锦绣河山美如画，啊，祖国建设跨骏马。谢谢。等着过两天让郭麒麟打你，我告诉你吧，高老师。
我唱一老旦吧。一见娇儿啊，好人太少。于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我们之前有约定，啊，好几年不唱。他说今天唱，对。这个是打过赌的，从此以后就好几年了，从此以后就不唱了。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咱们有机会。谢谢，等跨年封箱再说吧，啊，让于老师休息休息。这个其实每次啊演出到返场的时候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啊，台上台下大伙一块玩，但这个环节也是最容易被人家找毛病的啊。有人把这单独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还得问我，你看这是相声吗？啊，嗨，我也没说这玩意儿是相声，大伙开个心心嘛。这就是你上火锅店吃火锅去，人家送你盘炸花生米，你拍一花生米然后举报人家，你看这是火锅吗？你不讲理了，有点啊！来吧，天也不早，人也不少，都往前站，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大西厢》啊！你们要会跟着一块儿啊！这些日子呀，这个前两天跟这唱两天戏，倒霉唱戏上了。后台我一看，个个都咳嗽，但是都戴着口罩，我挺开心。一上台，他把口罩都摘了。所以人回去之后，我这两天也来劲，到今儿稍微好一点，昨天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来啊，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好狗奔东京啊，走过三里桃花店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桃花店前出美酒啊，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便便打马十里长亭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演出到此结束，祝您各位晚安。